来个大虾王。哎呀，还带籽儿呢。你们先来一口。带子就吃中间这块肉啊，这是我吃过最肥的猫肝，吃过这么肥的，来个双击啊！太大了，这肉。萝卜小，壳太重了，肉啊。这是苦线，教你们去干啊，去掉苦线，这个骨的抠掉，然后往这一挤，这个就是海螺的肝，吃它有的会头晕，剩下皂就行了。这是一个奢侈的视频，一口闷啊。龙虾，这大肉，香。替你们品尝一下椰子螺啊，听说它挺硬。哎，它确实挺硬，看咬一口这个肉吧。没有好牙口别尝试。哎呀，嘎嘣脆啊。海蜇，虾钳子。其实我吃龙虾最喜欢吃这虾钳子，有跟我一样的点亮红心啊。它肉一丝一丝的，炸个香。看这大成王啊，海螺肉，黄，
超级大爆头，肯定是有黄的啊。这个黄一般人吃不惯。嗯，看咱家的肥猴能不能给我来个双击，太大了。大补神器，先来个小的。看咱家生蚝，网上直播秒咱家这个小生蚝，特别肥。看这质量，胳膊论的肥啊，想吃的来直播间看秒。海蜇头蘸点红油，真恶心！一个红的，一个黄的啊！想吃哪个点哪个啊！先来红的。嘎吱嘎吱的。